杜磊，过桥了，不要杜磊，杜磊，你杜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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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枪，别打老枪，老枪。别打老枪，老枪，老枪。别打老枪，老枪，老枪。老枪，这两个今天呢、在办一起虚拟货币的一个交易纠纷案件呢、那经过追查，掌握范闲的行踪之后啊，我们一起大快警力了啊，跟监这个范闲的车辆啊，到我们本市辖西区五权西路跟五权西二街口啊，我们见时机成熟啊，发动这个拦截围捕。那这个范闲呢、他企图逃逸啊，冲撞我们警方的车辆。造成两辆侦防车的一个保险杆、受损。那我们同仁呢、全局对这个范闲的车辆的右前轮射击一发，这个压制这个不法的企业，那也顺利的逮获两名嫌犯。那整个过程呢没有人受伤，那我们全案依法来严办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这些我们都遭遇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